各位好，我是老裴先生，欢迎来到先生解说啊！继续大家送上的是街霸二大师局，有一批全网专业户，这两批小苏联啊，这个熊猫男啊，对上绝缘男又来了，走，啊，上来就是下死手，啊，扑过来啊，非常的热情，近身倒地，蝴蝶步滑起来，好，再来，不要近身，啊，小苏联的话现在。虽然打的没有以前那么多、啊、不过最近出来的话跟高手玩的比较多一点、啊、但他对这款游戏还是非常的有热情、啊、很有热情啊！近身了虎扑投下牌、啊、其实我的铁头功从来就没有荒废过倒地滑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！你看被打的时候那个小苏联死死的看着下面而且又动不了啊！这种感觉让对方越发的来劲。Round three， 看第三，走，好快啊！嗡嗡嗡，走，头都转晕了，然后对方趁虚而入，再来，好，趁虚而入，漂亮，让他不要跳的呢，七伤拳，啊，自己先伤，对手未伤，好，虎不过来啊，漂亮。要再见了，两四血，三四，哎，没有进得来，躲，要近身，没有捏，哇，突来，力崩突来 ，C 突来，打晕了，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啊，表情非常的木讷，呆若木鸡，嗯，啊，这把小苏联可以说拼尽了全力啊，也没有捏到对方一下。走，看第二局，好滑起来，会好反边，会，非常的受用啊！好，开始挪，开始挪，也怕对方起身直接冲。刚才他应该跳压啊，不跳压的话，纵虎归山，会哇，一个空中接力，好啃死，再来，好下了死口啊，会。哇啊啊！好，先拿一局，一灯法师，滑起来，对方站立未稳，突来，站立未稳，再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什么鬼？起身，啊，专业户今天打得非常的帅啊，很好啊，没有中对方的埋伏，一点都没有，啊，四个下臂，啊，没有坏啊。很稳啊，很稳。后面没有带指令头，让他跑了。两匹肯定非常的懊恼啊，连手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说你不撇？起身摸头，好三连，一波，好连续轻腿踢，但是后面没有带指令头，是为什么呢？下完，再加。哇，打晕了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哇，这把什么鬼？啊，小苏联这把有点拖大，有点拖大。啊，踢到对手也没有转，难道是过于自信吗？好，打开开关，封闭开关，下凡让你转，走。听说你叫安禄山。弄的就是安禄山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哇，打晕，再见。啊，拳王真的是吃的什么药啊？这是，小苏联被如此这般的折磨，完全还不了手啊！这两把，啊，正在摸索阶段，摸着石头过河，没想到河里面有刺脚的玩意儿啊！倒，漂亮，好，没有抓。再来，好打一个后手，会啊，终于会了一把，起身，好跳过来一个轻康，后手没有出招啊，再反手打一把，啊，又是一个空中拆物，这
把小树连可以的。啊，可以说是恢复了往日的风采。好，双方相视一笑，什么也没发生，马上又开始动手。压到旁边，一波两波打晕，转身忍冲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哇，再见兄弟！一好，打开开关，哇，这个四连，小苏联很痛苦的倒下。大家看他被打的时候那个感觉，那个苏联一直往下看，又没有做任何的事情。好的，大家喜欢圈解说，请点个关注，感谢收看，下期再会。然后各位观众好，我是老板圈圈，欢迎来到圈解说。其实大家送上的是拳皇95爽快局 UP 刺客对两匹小动物打格斗。啊，看一下双方选择的角色，龙虎对琢磨啊，对板崎良。有琢磨必有秀，一二三，一上来对方卡身后，然后跳臂折，起身正身位，还要折，没有死。好，你折吧，我登场。这把舒服了，一二三四五，哎，没有打双晕不科学。啊，也是忙中出错啊。两匹可以的，两匹可以。这种情况下、啊、还能放对手一马，我真的是服。来，好，想一想，这个穿透，好的，帅气。再来一个，漂亮，追身胳膊斩。看打斗上 ，Terry， 左，好，漂亮，起身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，哇，完美，好，追身，好，饼哥赶紧跳出来，说不能再打我兄弟了。多好，两头直接假招天马脚，海顶撒库要打晕，呜、哦，漂亮啊！这是双方互秀局，少了谁都不行。饼哥，喂喂喂！啊，饼哥就是抠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哎，最后一下没有跟上，不然就打晕了。好，洗头，洗头吧，兄弟。啊，这边又飞出一个来，收费不合理。走，下盘。一丝血，一丝血。好，差一点，追不上了。哇，起手下盘，下地。喂喂喂！甩老爷，一二三四五，好，饼哥对饼哥，艺术家对艺术家，真的是一曲肝肠断，天涯何处觅知音。很久没有看到两个饼哥啊、相互搓妞了。好，两个让我想起了功夫里面的场景，真的太像了啊！好，水都给你放好了，你洗不洗？好，开始搓。啊，你不洗，我来发水。哇，扣一下，谁洗？哇！马金就打的呀！这两个人同时放陛下，居然是刺客被弄了。嗯，怎么也想不明白啊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幕？确实想不明白。好，看一下第二局啊，很有意思啊，这局。隐身龙。一二，再来，好，死死的扛住板边，不然动，好，跳进过顶，透过下盘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哇，这一套还是要折，折到死，啊，刺客被折晕了，
这套才帅。仿佛又重复了刚才的故事。好，罗伯特，哎，有罗伯特必有秀啊。哎，但是后手，好，跳逼，左右折，一二三四，四连打身后，啊，反身抓，再来一个升龙，漂亮，躲，一二，完了，好，还是跳逼折，哇，差一点，直接逼杀，啊，对方马上升龙来应对，卡板边没有出来。躲，直接必杀，这个是要折磨到什么时候啊？双方你来我往，真的是谁不让谁，都来空中必杀。隐身龙，太好看了这局，哇，两个空中必杀同时发动。啊，这把刺客的话运气要好一点啊，这把太秀了，太秀。啊，秀的浪的起飞啊，浪高三米。投手一波，再来隐身龙倒地。好，隐身下盘，没有插头皮啊，反手抓两丝血，近身一个重合，哎，下次没有打中，应该是没有跟进。再来贴头，一波，走身体，啊，这把没什么机会了，机会渺茫啊。Teddy，Kensu， 走一波，过点。啊，包子的话确实不太虚对手啊，但是后面的饼哥包子就不太好打。好，战地三连，跳过下盘，不错啊，不错。妈的妈的，西丢丢嘎达，看一下怎么打饼哥，打饼哥确实不好打，不过把器具满的话，饼哥也没什么机会。嗯，好，一批开始新一轮的展望。喂喂喂，双方开始了一轮对视啊，其实是一批的摇杆啊被打掉了啊，没想到这把结束的如此突然。好，来了，刚才喝药去了，喝到半天被饼哥弄，洗发水喝起来兄弟啊，漂亮。好的，大家喜欢全解说，记得点爆关注，感谢收看，下期再会。